今天这画面奇怪了呢，怎么男的都在我这里？是是。哎呦，今天可是四大金钗啊！来的都是美女。哎，那在哪边？你这个伤人太重。有三位啊，我们是承认美女的。那有一位呢？啊，你不能这样子讲，很有味道的一位，这个。你是指哪一位？啊，你是指哪一位？他，你一定是讲比例，对不对？我这比例，我是说。比例已经不能用美女来形容了，要用什么？开玩笑，用什么？用什么？对，公主啊！哎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公主来了要给小费。母亲节我会因为会在台湾嘛，所以我会打长途电话给我的婆婆跟她庆祝，因为我想这里。只有我一个，我妈妈已经不在啊。但是我会跟我婆婆庆祝，然后我想如果我做一个很健康然后很乖的小孩，然后对我婆婆很好，我妈妈也会感觉得到。嗯，对对对对，婆婆是奶奶吧？是她是对对，就是我妈妈的妈妈。对对对，这边一直在庆祝。每个人都想他先生是谁，我们想办法。对呀。妈妈一直跟他住在一起，我爸爸跟我住在一起。哎，是我要用一首三弟的歌曲啊，哎呦，来表达对妈妈的这个要求。这样子，哎，对对对对。平常我也很少跟妈妈谈心，是是。那么从你这个，那我也来洗耳恭听，跟妈妈，大家家人对我有什么期望？好的，好，老师请啦。逼费玉清结婚，因为他是个有钱人，等到我的儿子长大以后，他们就变成了继承人，我也变成了受益人。妈妈，我妈妈一天到晚逼她结婚嘛。对，那我就是刚刚跟我妈讲，我们家已经有两个了，费玉清又蛮有钱的，对吧？那我呢，这个老是青黄不接的，对吧？那是啊，你这个是居心不良嘛。啊，你怎么叫打光棍的？哎，你就打光棍了嘛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怕你们有这种想法。哎呀，哎，这个钱财就是罪恶，你看。哎呀，我准备将来呢。啊，这个要捐给孤儿院。那你要捐哪一家跟我讲，我先把孩子送过去。龙兄虎弟，让我们欢迎清秀俊俏、歌艺动人的费玉清。
流泪，没人知道我。想念你的，想念你的，我爱唱的那一首歌。欢迎张飞先生。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要我伊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一个心肝。我是真勇行的，妈妈请你啊啊保重。强离开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心肝，不过我是真勇行的。妈妈请你啊，阿婆。谢谢，欢迎收看。哎呀，有了你们，这是东方工商啊！有了你们这种精神的鼓励跟打气啊，保证我四十岁，够跟他几位瓦凉啊！哎呦，真正爱替您拍片啊！各位现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，啊，大家好，这个等待了一个礼拜，星期六龙兄虎弟啊，又跟大家见面了，是是是，请大家把旧背后跟手边所有的事情先放下来，锁住频道，这两个小时左右的节目啊，内容一定精彩好看，是是是，大家光跟探机的时阵，英雄又滚起来，第一位介绍的是黄安先生，哎，欢迎他。不敢回头望，一声情歌唱到亮，让恩怨随风飘荡，不出花凄凉，心飘上高水长，心飘上高水长。欢迎邝美云，容易受伤的女人。受伤的女人，是值得到何时有情人？欢迎新龙更爱你。Baby， 我即将归来，你来的分离对不起你，我会比当初更爱你。I want you。爱你。
们曾经拥抱过，在柔情的都市中，不需要理由，在柔情的时刻已过，我们不会再回头。下面为您介绍的是黄凯欣。爱火已经燃尽，无声夜里，相爱相守与相离，半世定律。说着爱我不变，也是情话一句。人一去，海随风去。你不能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，我们之间无法言语。不要去刻意经营所有的话语，我和你尽在不言中。火箭孤枕难眠，想念你的黑暗，我想念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，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，想念你的黑夜，我想念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，告诉我你一样不沉眠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欢迎周华健先生。谢谢谢谢。走这个路要有学问，不能挡着很多巨星。干什么？你又不是跳竹竿舞，对不对？这个周华健是非常伤脑筋哎，最近又出书了。是是是。哎呦，他那本书看起来好可怕！哎呀，这么厚一本。哎，对对对，内容一定非常丰富。对对对，本钱下得很重。是是。哎，对对对，大部分都可以当草稿了。今天呢、啊？哎，我们龙兄虎弟啊，是是，刚好这个碰到明天母亲节的前夕，哎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谈的话题要跟母亲节有一点关系哦。这个母亲节是是是，母亲节您会说的话，那这个由来您晓知不知道？这个当然要知道了。就比方讲说邮政节它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我们先请周华健跟我说，邮政节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我们刚刚对的时候没对到这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哎，他只晓得包青天怎么了？今天这画面奇怪了的，怎么男的都在我这里？是是。哎呦，今天可是四大金钗啊！来的都是美女。哎，哪在哪边？你这个笑的太重。有三位啊，我们是承认美女的。那有一位呢？啊，你不能这样子，是很有味道的一位，这个。你是指哪一位？啊，你是指哪一位？你一定是讲比例，对不对？我这比例，我是说。比例已经不能用美女来形容了，要用什么？开玩笑，用什么？用什么？对，公主啊！哎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公主来了要给小费。今天你刚才讲的怎么分开两边站？哎，据这个盖洛普这个民意调查，哎呦，哎，女士小姐站在这边。比较安全一点，这是什么话？对不对？这对不对？我们很不安全是吧？哎，对，是他们不安全。不，站在你旁边就不安全。哎呦，喜祥怎么都不讲话啊？什么喜祥？他是叫什么？兴隆，兴隆啊！怎么会扯到喜祥去了？就商量。喜祥跟你没什么关系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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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确实没有关系。邮政节也没有。母亲节的由来，是在美国1919年的时候，美国有一个人呢。有一个人叫做安娜贾维斯安娜贾维斯这个人呢，他因为为了纪念在欧洲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那个很多战士啊这个阵亡了，对，为了纪念他们的妻子
纪念他们的母亲啊，特别在这一天呢，把它定定为母亲节。哎呦，不简单！我们中国呢，是在这个民国42年的，四十二年，四十几年，四十二，四十二啊，最近眼睛也不太好。民国42年开始，我们国内也开始加入这个庆祝母亲节。哎，不简单！你刚才这个由来的介绍了这么这个，有对过真的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说母亲呢，这个在我们心目中呢。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？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报答他们呢？我们先讲一下母亲节，我们都是怎么样来孝敬母亲，好吧？我们从黄凯芹，黄凯芹先开始吧。母亲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全家人一起跟他一起出去吃饭，他不用买菜，也不用煮饭，就是我们请他这样子。至于我呢，我们按照顺序这样来。我的母亲太多了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？真的、啊，没有了。两个不同意。我们的妈妈这一天就是第一个，要给她一笔这个麻将资金，早上就要开始帮她安排牌搭子，哎，只能赢还不能输。我那我没空啊。可是你打政治麻将，她觉得不好玩了，所以就要跟旁边人讲，哎，你们稍微放松一点啊，哎，装得很像。如果要碰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妈妈要吃牌，是是，哎，碰啊不不，看错了看错了，还要罚一台这样，那一天让她很快乐啊，晚上全家一起再来一起自己开的餐厅里面去。好好这个享受一餐，再大快朵颐。对不对？我这个弟弟也没意见，就由你来安排好了。我就跟着你走。到时候到他店里，他老找我签账，那怎么行？庆祝了半天，还高官你的生意。接下来我们听听林忆莲。林忆莲了，那母亲节今年我就大概我们不会在一起，我想我打个电话给他，跟他聊聊天，就这样。天天都要当母亲节，随时保持这个孝心，跟这个常常跟他接触。对，那是不是也要会一点什么汇票或者什么？那一定要。对，比例呢？我觉得一到母亲节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每年母亲节，我的小朋友都会自己做卡片跟做花送给我。然后又因为我自己是妈妈，那就像母亲节，我请我妈妈，请我婆婆，然后大家一起吃饭。吃完饭，我想今年要特别一点，因为吃完饭，我想带我妈去跳 disco， 感受一下青春气息。对我妈很青春，对，全家去跳 disco， 这是有意思了啊。邝美云呢？母亲节我会因为会在台湾嘛，所以我会打长途电话给我的婆婆，跟她庆祝，因为我想这里。只有我一个，我妈妈已经不在啊。婆婆，但是我会跟我婆婆庆祝。然后我想，如果我做一个很健康，然后很乖的小孩，然后对我婆婆很好，我妈妈也会感觉得到。对对对对，婆婆是奶奶吧？是她，对对，就是我妈妈的妈妈。对对对，我们这边一直在记着。每个人想他先生是谁，我们想办法。对呀，因为说。广东话叫婆婆嘞，外婆就是祖母。告诉大家个秘密，外婆，因为我还没结婚。我是医生，是啊，周慧敏，我回去一下。是，因为这个母亲节我不在香港了，您的婆婆呢？我会安排一些人跟她一起庆祝，然后他们还完之后给我单我。给他们钱，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个歌星啊，感情特别丰富，啊，就到母亲节这一天呢，我们这个歌星，每个人都很孝顺。那今天讲到这边呢，但是我想每个人呢，对综艺节目，我们还用歌声来表达一下。每个人要送妈妈一首歌曲，这个你们大家要好好想一下，想一想，一人送妈妈一首歌曲，是是，好不好？从这歌曲里面，也从这个透过这个电视来表达对妈妈的这个爱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看我从这儿开始好了，从哪边？林忆莲开始。我选这首歌叫《母亲，我爱你》。哎呦，掌声先鼓励一下。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，圣洁多么慈祥，发出爱的光芒。对对对，
非常贴切这首歌，母亲的爱像月光一样，不错不错，其这个形容母亲的歌还很多，对，这个证明大家都这个认定妈妈的是伟大的这个幕后推动摇篮的手。哎，那么您这你们这边也选一位来，我们这边选一位的，我们男生来选一位，好不好？黄凯芹，您先来，好不好？梦中的妈妈。哎呦哎呦哎，那这样，哎呦，哎呀。梦中的妈妈，昨夜朦胧之中又见你的白发。妈妈，梦中的妈妈，你又张开双手等着孩子回家。我看到你的眼睛闪着雪藏的泪光，叫我怎能不心酸？我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，只怕我离家去流浪。谢谢。哎，他唱这歌有意思啊，什么梦中张开手看到他去流浪啊，哎，是他人在台湾的，这香港的妈妈其实心还是这个系在系在他的心上，心上像一个风筝一样的啊。嗯，这样子是。接下来看比例了，哎，看比例了是。哎，这歌叫《妈妈挂机》。哎呦哎呦，那这个真是名副其实啊。好，我们看看他唱出来的感情怎么样，是国语歌是台语歌？哎呦，台语唱闽南，哇，这个名这不简单啊。哎呦，艰难度高。比利唱台语歌可能会是什么味道？大概，我们来听听。费劲要帮我唱啊。真的？对啊，你要帮我唱。我尽量好了。那就别客气了。妈妈洗锅机，妈妈洗锅机，杨老师请啊。你放心了。能难道的关系该叫你是我小妹不该讲坦白，虽然是一直应该心内感难过，因为我站在我家最需要是我妹，难道在我有努力睡到夜尽大风也可比秋天的落花名声飘飘坠落地。不简单的，不简单的，比利唱台语歌曲，再有个好玩了。这个比利唱这个歌很有意思，这歌其实是有意思的，一个日本歌改过来的，日本的女歌星真的有女儿了啊，可是她的票房很好啊，人家说这个歌星结婚票房会下来。对，真的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对吧？哦，有这个不包括男的了。像我也是爸爸歌星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哎，不错。我儿子每次跟我出去说，哎，这是你啊，我们在一起混的。接下来是啊，周慧敏，好好的。我唱这首歌是叫大家在母亲节不要忘记爸爸，不要忘记爸爸妈妈。啊，好。哎，我们来听周慧敏，来掌声鼓励鼓励啊。我爱妈妈，我爱妈妈，妈妈她疼你小孩，妈妈她希望我快快长大，要我找个女娃娃。我爱爸爸，我爱爸爸，我爱妈妈，我爱妈妈，妈妈的精神最伟大。我爱爸爸，我爱妈妈。接下来黄安，这首歌纪念这个。哪怕妈妈像流水，像流水，这可以。妈妈常常在厨房放水洗碗，长得太硬了哈。这首歌是纪念，纪念还戴着眼镜来看大字报，刚刚没视力不太好啊，这样子。纪念我小的时候对妈妈的回忆。不过这个歌是改的。
改的，改了两个字，很像妈妈的意思。哎呦，安娜，安娜，鼓励一下，来来了，听一下。在这季节我们相遇，我没有介绍自己，要你帮我取个名字，你说这真是一个难题。在出生的时候我故意和你玩个捉迷藏的游戏，你不辞辛苦地照顾我，这是多么珍贵的回忆。妈妈，这个声音都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妈妈，每次我都这样呼唤你，这个名字属于你。妈妈，多么熟悉的声音，叫做安娜。哦，原来妈妈，您妈妈是江淑娜的，不容易啊。江淑娜叫安娜的。啊，接下来到我们两个，每个人都表达过了，该我们唱一首妈妈的歌。这样子，您年纪比我大，您是兄长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哎，我们就共同一个妈妈，就让您来表达。哎，还真巧了，是伯母是姓，是姓谭。哎呀，我妈妈也姓谭啊。我来唱一首歌，我妈妈对费玉清的寄望很高，所以我想用一首歌呢，让妈妈在今天呢听到这个歌曲，就对你的要求能够放松一点。因为我妈妈一直跟她住在一起，我爸爸跟我住在一起。哎，我要用一首三 D 的歌曲啊，哎呦，来表达对妈妈的这个要求。这样子，哎，对对对对。平常我也很少跟妈妈谈心，是是。那么从你这个，那我也来洗耳恭听，跟妈妈，大家家人对我有什么期望？好的，好，老师请了。结婚，因为他是个有钱人，等到我的儿子长大以后，他们就变成了继承人，我也变成了受益人。哎，哇，老师啊，妈妈，我妈妈一天到晚逼她结婚嘛。对，那我就是刚刚跟我妈讲，我们家已经有两个了，费玉清又蛮有钱的，对吧？那我呢，这个老是青黄不接的，对吧？那是啊，你这个是居心不良嘛。啊，你怎么叫打光棍的？哎，你就打光棍了嘛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怕你们有这种想法。哎呀，哎，这个钱财就是罪恶，你看。我准备将来呢，啊，这个要捐给孤儿院。那你要捐哪一家跟我讲，我先把孩子送过去。太狠了，太狠了。我们当然是虔诚的祝福所有歌星的妈妈，是是，以及我们全天下伟大的母亲，在这一天都能过一个非常安详快乐的母亲节。哎，好吧，我们用掌声来虔诚的祝福我们的谢谢母亲。现在到了节目进行到这边了，我们就一大早来运动一下，我们有请易天华老师运动一下。好，老师准备了，预备起。